拍摄啦，今日我原本是想要甲你斗相共的，想不到颠倒造成你的困扰，甲张明武甲这么歹看。以后阁有真侪人会怀疑你哦。啊，不过你袂当安尼就放弃，爱继续加油。我永远听你，小凡。我会替人加油，啊，我家己咧，想要替我加油啊。思思啊，你刚传来小凡大嫂在要创啥？今日伫个酒会，你冇看到小凡想要甲你斗三工，结果伊过去隔壁外台做皇公讲出来，伊是皇逼的，啊，不过做皇公啊，这么歹听，伊心内就足艰苦的啊。佮加上 Tiffany， 伊伫个现场讲小凡偷摕小总裁的物件，伊即摆心情一点足歹的，所以至少你要甲安慰一下嘛。好啦，既然呢，来你去啊。汉文。小白看到我伊也无自在，你是一个人去就好啊。啊，安尼无啥好啦。人伫个心情无好的时阵，开始有朋友陪伫个边啊，讲几句啊话，安尼心情会较好啊。小白对我这么好着，我应该将心比心。我咧想啦，开始这个时阵有你安慰伊，伊的心情应该较好哦。思思，乖啦，我伫厝等你哦。刘亚文，小凡，你心情看好不？我心情当然蛮好，好到要变鬼哦。啊，不过 Tiffany 怀疑你是贼啦，你心情一定受影响啊。小凡。不管怎，我甲思思永远相信你。有你这个好朋友，这句话就有够啊！多谢你。就无自在。林阿文，哎呦，拄则我想看唔对无啊，你的目睭背后有一个足大粒的眼屎呢，真正是太狗屎。哎，实在假啦？严重了，身体无爽快啊！可能哦，最近压力较大啦，休困才无代志啊。小白，你为一人做事咯，确实是不简单啦。尤其今麦你的主管阁怀疑你，有压力嘛真正常啊。不过你莫想遐尼济啦，啊你无做过代志，总有一天一定会明白的。啊，阁有啦。卡说你英文方面有问题啊，我甲思思拢真满意甲斗相共。多谢啦。啊对啦，啊你今日来找我，啊你思思诶。思思就是袂放心你，我才做来找你啊。啊不过伊今日歹势啊，所以甲等下甲伊转去啊。拄啊电铃就是伊饲诶，啊卡说你较早开门，就能看到伊啊。我哩咧，恁江思思哦，真正是一个善良搁大心诶查某囡仔呢。不过你遮尔爱伊，你爱问。你当拄着爱心思思哦，你真是好运甲变过啦！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伊哦。陆小凡，这边你交代，我一定好好照顾思思。啊，小兰回去哦，还剩下炸宵夜给伊。无，你是读个两空呢？你敢不知影宵夜是女人身材杀手？哎呦，思思食较肥较好无？较变有一挂大波人哦，足白目的一直看伊啦。而且不管思思变成什么款，我永远拢袂去养伊。妈，
安琪，我不是叫早娃跟你做回来，啊，伊人呢？伊讲完家以后，就无阁倒来我家。我打电话给伊，伊无爱食，应该是阁伫教我生气。啊，不过我有留言甲伊讲，咱今日要见面的代志，伊若是阁不爱来，特别是讲伊无想要靠着我。安琪，早娃最近受到真侪打击，心情不好，你来加体谅伊一寡，吼、哦。我知影啦。对啦，阿姐，关系的代志，不是准备要开庭啊？你这边安怎？我这所谓证据，当地也真不利的。啊，我又搁特别出什么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？老师嘛讲啊，上好的状况都是检察官以过失杀人罪甲我起诉。可是罪名是真的，强强这边基本我是一定爱吃。阿吉拉，今摆的状况确实对你真不利的。我看你也是先逃脱出去好啊，飞到克罗地亚、德国啊，万无阻散的。你免烦恼生活的问题，我咪伫遮替你继续找证据，证明你的清白。阿你规定，我若是强判有罪，都真有可能叫当庭受啊。即摆看来，嘛就一条龙通行，至少叫我这边拿出去，唔知啥物时阵才当回来台湾。我更加不敢提规定，你可以杀我。这嘛是不得已的啊，只是你今嘛无法得出兵啦。我看偷渡的代志哦，我来安排啦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处理好势。放心，医生，伊为着要稳固伊甲杰森伫库洛基的地位，今仔用尽心机，安尼设计安排我，啊，若无咱一家人。把你强拆分开。阿姐，大阿伯陷害你的代志，莫有跟我讲。啊，不过我真正唔敢相信大阿伯是这款人。在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事实拢已经摆在眼前啊，就算讲我无要相信，嘛爱相信啊。我二上爷安尼做，我唔是无原因啊，因为着要弥补，即阵这二十多年来对伊的亏欠。卖讲什么兄弟结婚，但总我爱伊杀人放火，伊嘛做会出来。我强悍还是无打紧，只是伊害我放宝放囝，都枉过我，我实在真不甘愿。安琪，麻烦你搁替我联络嫂啊，叫伊赶紧来见我好不好？好啊，无我打电话给小泽的朋友，看伊今麦在倒位。这手续无好呢，我去外口看。阿吉拉，即摆代志哦，也未到上歹的地步啦，你先别失志。即摆你的股份嘛一定伫我的名下，我嘛一定会替你顾好好的。你出国这段时间，我嘛一定会找早娃甲安琪去看你。讲是安尼讲啦，也毋过搁较好的所在，甲家己厝嘛是袂当比的。我上希望的，都是当早起倒来食。格林团圆。我即马唯一会当安心的，就是检察官伊段影片内底，并无拍到你做伫现场的部分。对我来讲，只要你会当平安无代志，比啥物拢较重要。我的命发生迄天，妈妈有去小木屋。先生，伊无老实甲我讲，伊阁骗我讲伊无去。我伫管永明阿这个代志，到底是甚物角色？阿吉拉，真正就感谢你，这尔保护我。若是有阁较好的方法，我一定袂让你离开。我以一杯酒祝福你，希望你。一切平安顺利，我嘛一定会替你找到证据，
最近晚安。妈竟然在笑，神医讲伊真不敢阿姐离开，啊，不过今妈煞在偷笑，这到底是安怎？阿姐，你回来啊！阿姐，啊，你敢有跟三娃的朋友联络着？你敢知影三娃今嘛在倒？小泽朋友讲，小泽今嘛在一点他开迄间健身房。既然呢，待咱食饭食了，我就过去三娃。你不要紧，我是真要紧。道上，好嘞，拜拜哦。干那好烧啊，休息回去。好，坐下来。你看你家己，拍到安尼大两挂、细两挂的，怎都安尼为难家己嘞？我若无安尼拍，可我忘鬼发作，我惊我真正去拍人。道长知影你最近心情无好，做啥嘛真希望。可以多用一些时间来陪伴你，听你讲心内话，跟你斗三工，这样不真可惜吗？道上起码有半个师弟的，蛮自信的。道上，我拢知影，你的官司不是后日要开庭啊？律师那边有什么新的消息？就是讲，我真有可能会去用判过失杀人。所以